线下体验的地方呢，放在武的话，就可能大家交通啊各方面可能会有稍微的一些，所以的话就刚好我们也找到了这样资源，可以给到大家。听到吗？应该一段是吧？可能可以卡是，现在我直接的这个看面也关了吧，我直接我就在这里我看着这一个手提电脑那个屏幕来去看。好了，现在10点钟，还是听到有卡。对，可以有一点点，是实在可能今天，大家合一下看吧，对不起。然后呢，是为了感谢大家现在这么卡的一个画面情况之下也。去看我们的话，我等一下，我再一点这个的一个奖，大家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OK，我先把这个手机先放下来吧。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今天晚上的话是穿了一个露肩的。解湿度那里已经降低了是吧，小皮？已经，130度。哦，其实还行，就是现在我看一下这一个画面的话，其实都是，哦，要不的话我再换一下，哎，但是还 OK 啊，现在好多了是吧？对，好多了，那就行，那就没有看到卡顿，我其实觉得就 OK 了。我继续连续再去说一些话，然后看一下还有没有那个卡顿。对。OK，然后我这边我再去调一下啊。我现在尽量的用我的这个手机那个流量的话，确保一下这个直播的一个网络的一个。那边手机就比咱手机流量好。我是对，没错，我现在就直接我就，它这个真的是很有问题，它这个 WiFi 很有问题。但是现在如果我也看不到，我也尴尬呀。哎，好像可以吧？看一下。OK 是吧？现在应该好一点。旁边那个抽奖是什么东西？你是说哪边？你是说？咱们现在的这个，哦，屏幕那里是吧？现在已经过了10点。那个，但是我们还是事不宜迟吧。然后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一体成型的一个手套呢，就是我们10点钟抽奖的这样的一个商品。那我们现在一个了，那直接来就抽三个，抽三个。给到三个大家，那然后我再重新说明一下，就是这个抽奖的那一个规则，就是我会去把这个弹幕说出来给大家看，
然后的话就是大家去把这个弹幕把它打起来，然后到最后的话，比如说现在是，我看一下手机啊，现在是这个22:04，那我直接就在8分的时候就直接开一个这个幸运的观众，在台湾吗？这是东莞。因为这个场地昨天它那个网络那个 WiFi 那里都已经是其中有一个路由器消掉了，然后今天还没有去解决，所以的话就我也没有一瞬间没有想起来这个事情，就导致了今天的这个直播会有点卡。 IP 咋在台湾？我用着我手机的这个流量，你就不管我到底在哪里了。但是我现在我也没有翻墙，也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么难怪可以卡了，中国移动把我丢到台湾那边去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就直接再说一下今天的第一场的这个抽奖的那个就是旁边那个抽奖是什么回事？为什么又有这一个说？大家其实有在听得到的是吧？画面卡了。你这一个说话有点不太礼貌啊。车总，你说什么找什么老头？你是想什么什么意思？对，有点卡，今天晚上这一个流量有点卡。是，我要把你找出来。小皮的，你先看一下吧。是谁？截一下图。声音都有点卡。这边的这个网络有点不太稳定啊，然后的话就是那个卡了，对，有点卡，无所谓，卡就卡吧。偶尔卡一下的话问题不大，偶尔卡一下就卡一下吧，这个其实不太影响。今天的话，今天这一个我带的这一个是特阶的蓝，然后这个是还有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一个妆容的。一卡一卡亮晶晶，我这就是买到一个流量，稍等我一下。它这边是其实还是那个各方面还是有点不太好。对，抽奖是在直播间里面的。不是卡的问题。我开一个智能双卡吧，提高这个网络的这个。其实我这里看着还好吧，没有多大那个问题。但是它这个流量真的是有点低耶，还是有点卡。这样，
支持第六代标准吧。现在这样好一点吗？大连体是不是应该加上素腰？我现在这一个就是直接有这个风烤风团的。我没有看 B 站，现在这边看着这一个，另外一个电脑，它是连着这边的那个 WiFi 的。垮运有吗？你觉得我有垮运了吗？如果现在这一个大连体的这个松的话，它是一个一倍，所以的话就显得我这里可能断层有点厉害吧。真的是还是一样卡。丰满那肯定的啦，都毕竟不年。中年老男人还是有身材焦虑，还是有身材危机的。对，其实这就是一了呀。F 的话也会有，也会有 F。对，然后问题的。房产这一个停产的 MAX 吗？我们接下来的这一个，情面三会以一个和交易配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一个复刻，也接下来的话也会去进行上架的了。其实还是会有的，这网络还是有点太糟糕了，可能我还是设置一下。充一下这个流量吧，但其实我还有这么多流量，应该问题不大。查流量，看一下，我现在看一下有没有那个，没有啊，国内通用流量，我还有22G 的呀。GB 流量也罢，能硬件，这个其实还好吧，就现在还是开着空调，但其实身体的感觉的话，没有多大的那个问题的。身体的感觉没有多大的一些问题，最主要的话就是它现在穿起来还是，暖暖的，也没有说流汗啊或者怎么样，会导致了这一个里面很奇怪的一个感受。我们这一个产品的话会有十几斤，因为来说的话这里进行了一个封款，我里面并不是穿了这一个电脑。因为我们现在这一个预计的这个大连体的话，直接就是那个进行了这个封卡封团的一个处理的。稍等一下，我看一下那个网络那边的一个情况。还是得要再看一下，稍等一下啊，我先去关了这个音乐，有点太炸了。好的，我回来了。
我本来就是那个无限流量的呀，只不过来说的话，它就是那个流量，它现在已经是5G 了，但是它那个上传啊下载，因为我现在给了热点，我这个电脑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去不把那个流啊把它拉进去，所以的话就有点奇怪。现在没有开那个 OBS 了是吧？直接就用那个它原来那个，还是有一点点顿，我直接把这个手机拿过去这边吧。给你，你就放窗边嘛。放床边。都不知道啥问题。大连体上厕所是大问题。我告诉你，我们的现在这一个是有那个导尿管的，你只是需要把它放进去，然后的话，或者是说你不要这个导尿管，它是有开孔的，直接就可以把。XX 掏出来，然后的话就可以直接拉了呀。我觉得，你说大连体上厕所是个问题的话，可能你还真的是没有怎么去穿过这个大连体，因为这一个其实一早就已经解决了。包括我们最初的时候用那个风宽风团的这个库的时候，就已经是进行了一些大家相对来说吧，比较方便一点的这一个操作。嘉宾还在边边那里进行化妆，所以的话还得要稍微等一下哟。然后的话，我继续虽然卡，但是今天晚上的话还是得要去抽一下咱们的这一个一起成型的这个手套。我现在给大家拿出来看一下，当嘉宾有什么要求吗？这个其实是很随缘的。对啊，没错啊，是有这一个美甲的呀。我们现在这一个手套的话，它是一体成型的这个釉肤色的一个乳胶的这个手套，它是有这一个美甲的，而且还是有一个比较飒一点的这个黑色，然后还有这一个。这个粉色，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粉色，可能粉色不太明显。哎，这个小蜜蜂有点碍事。啊，对，黑色美甲我也觉得比较好看。哎，我去拿那个夏夏。拿那个胶衣油过来，在我的行李箱里面。哦，小皮，这里。哦，天，这个又开了，这个又露出来了。就稍微展示一下，一只手的啊。怎么参与抽奖？谁都可以抽奖。我现在就再跟大家再说一遍吧。等一下，我可以去说一个弹幕。然后的话，就是在一个特定的一个时间点的话，我可以从十数到一读秒，然后的话就可以抽出来这一个最后说这一个，比如说我1987654321的时候，一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截图，然后的话冒出来的第一个这个嘉宾的话，就是这一个幸运的这个中奖的用户了。手套是胶衣的。看到没有？现在这个整体的效果就是大概这样子的哦。这个大连体，
因为是我花了挺多心血去进行这一个研发的，之前也说过嘛，这个如果大连体的这个褶皱啊，就弯的时候这个褶皱比较多的一个情况的话，它其实是不太好。虽然这一个是决定于这个硅胶的一个特性，没有办法去避免，但是来说的话，我只能够是尽量的去进行这一个减小。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啊，现在，啊，这一个弯折的一个程度，其实，我个人认为来说的话，就是可以接受的。看到没有？是可以接受嘛？大家觉得这样的一个大连体的话，没有这一个很夸张的一个褶皱，这样的一个感觉可以吗？对，挺真实的，就真实到有点，就比如说我穿了，就好像没有怎么去穿的一个情况，就其实有时候也是挺尴尬的。我想要去展示，那只能够来说的话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淘宝的那个店铺去咨询咱们的客服小姐姐，去拿到我们的这个大连体的一些细节的一些图片，来去给到大家，去仔细的去看一下一些细节，因为。没有瑕疵，路人怎么发现你？其实还是可以有。你白天的话，你出去，因为哦，这一个整体的话，远看啊，远看肯定是没有什么的，除非你真的是盯着看。但是来说的话，我不排除，就比如说，咱们的一些可能是同号啊，或者怎么样啊，一看你这一个整体的一个感觉，手发光。我哪里发光？你是说我这一个吗？这个其实一个正，有2个这一个补光灯打过来，然后来说的话，你说就算正常的一个人体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皮肤的一个反射。大家觉得有吗？狠狠的打粉，其实，而且刚刚是因为这一个，其实刚刚我们那个从工厂这边马上寄过来的，刷了一些爽身粉，然后我们是用这个湿纸巾呢，把我这个表面呢擦了一下，所以的话。这个很是等于是没有上粉的一个状态，有油光。那你正常的一个人的一些脸呢，或者皮肤的话，其实也会去有一个这个感觉。大连体的那个价格来说的话，是多少来着？啊，然后我们现在我穿的这个等于是顶配，稍等一下，我也要查一下。没有。有吗？哦，这里是有的。咱们现在的这一个，第三个版本的这一个大连体，第一个是机械大连体嘛，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整体的这个维度，手肘啊，或者是脚啊这些地方的话的这个宽度稍微大一点，这个美肌的一个大连体的话是比较适合身材比较壮一点的这个玩家的。然后现在我这一个第三的一个版本的话，它是比较属于就，我们现在的这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身高1米77，然后我现在的一个重量啊，大概是135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体重。那所以为什么大家觉得，然后我再穿上去以后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稍微比较丰满一点或者怎么样
啊，当然这也是正常，因为毕竟有一个厚度增加了，对吧？那我稍微往后推，或者是小飞把这个画面稍微再，不是，远一点，对，焦段。OK 吗？稍微能够露出一点点，可能稍微可能还得要低一点吧。然后的话，我跟大家去说一下，好，OK，停，应该可以了。好的，现在因为今天晚上这一个裙子发团的有点长了一点，就很难去把这个腿这方面，而且它后面是开叉的，后面是开叉的，但是前面这里的话就比较长。然后刚刚大家说的这个，我现在的这个满配的一个版本啊，你们刚刚去猜的这个价格的话，其实都错了。首先来说的话，我们是有分这个 C 杯和 D 杯的啊，暂时啊，就啊不不对，说错了，不好意思，就从这个 C 到 E 都有啊，刚刚说错了，这个是。脖子穿入也可以，然后的话后背拉链也可以有，这个选项都有的。我等一下我展示一下，今天我穿的这个就是后背有拉链的啊。然后我再说一下，咱们现在的这个定价呢是 C 杯的，然后是3780，啊，这个是满配版啊，就等于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入门版的，然后还有一个普通版的，然后现在这一个来说的话。我们的这一个是等于是一个特阶的一个版本，连脚趾头，连那个脚的话，我觉得啊，首先第一个每一个人的这个脚的尺码不一样，然后穿上去的时候的话，如果你脚稍微大一点的或者小一点，要么就是顶住很难受，要么的话就是松，那这一个其实体验都不好。对，没错啊，有3780是 CV，然后 DV 是3880，然后 EV 是3980的定价，是定价啊。它为什么叫特阶版呢？首先第一个是没有合模线的啊，特阶版首先第一个没有合模线，这里大家可以随便看，没事没事，我就直接走近一点就可以了。对，没有合模线，全身都没有这一个合模线的，然后的话是有这个毛细血管还有斑点的这样的一个喷上去的啊，有这样的一个工艺的，然后来说的话就是还有封垮，还有封团，这一边我们是封了一边是封了这一个3厘米，对，没有水口啊，其实就是。没有合模线，没有水口，啊，所以的话就是一体性会非常好的。然后来说的话就是，大家也看到了，啊，这一个封垮，这里是封了这一个3厘米的，两边等于是6厘米，然后屁股这边来说的话也是封了这一个3厘米，所以的话大家随便，啊，就能够拥有这一个封垮封团啊，有一个很好看的垮部，然后还有一个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翘翘的一个臀部。啊，然后来说的话，就是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真实的一个效果啊，因为怎么说呢，特阶版的话就是需要去追求一个真实的，所以来说的话，这一个效果大家自己也可以看得清楚。我觉得并不会影响你打这一个撸啊撸，而且来说，甚至你穿着还能够打得更爽。然后我。然后这里的话，还有这一个可擦的一个飞机杯在里面啊。然后的话，还有这个尿管，这些都可以去进行选择的。又想要蓝，但连体也想要。这一个可以努力。大家是我们现在的这一个活动期间来说的话，这个价格都挺优惠的，大家可以去着重的去考量考量。
而且来说的话，还有这一个配搭购买的话，会有这一个价格更优惠。对，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背部吧。然后现在我这个手套我也把它放下来吧，就大家可以看一下。会先穿这一个，就是为了露我这一个后背出来，看到没有？啊，这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拉链款，我们用这一个相对来说的话，比较隐形吧，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拉链，看到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拉的啊。然后来说的话，就是但是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尺寸啊。如果你比如说你肩宽比较大一点，那个松下围比较宽一点的话，可能拉的时候一定就是要注意一下。没有嘉宾的话，也没有紧入，因为他会去穿另外一个颜色的，这个大连体。我们现在这个大连体的话是有，跟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肤色，然后还有一个偏白一点的一个白人的一个肤色，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健康一点的这一个小麦色，就是有一点点古铜的一个颜色。我们去做三个颜色出来，给到大家有一个不同的一个体验。对，黑皮没错，还有个黑皮在。接下来的话，我们的这一个特价版的话，也面具啊，套头款也会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颜色的一个配搭，就等于来说的话，可以让大家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头，连全身都是一整套统一颜色的这样的一个肉剃皮。啊，无论是从脸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一个身体，对，魅魔色的话，我们接下来也会去做，因为来说的话，大家也都看到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这个 MS 八。我们会有这个，后续我们再去配搭我们的这一个 MS 八，来再去做一个白色，还有一个紫色，还有一个黑色的三个颜色的一个大连体，配搭它起来。啊，这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已经上架了这个。新的这一个欲望系列，大家可以看一下，来给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灯光稍微打一点过来这一边吧，有点暗了。为什么不可以包手？首先，第一个就是你去把手包起来了以后，你的手会变成了一个硅胶的一个套上去的一个状态。以后的话，你后面还是得要去拉拉链啊。你拉拉链，然后包括比如说你的指甲比较这个尖的情况之下，非常容易会去弄破这一个硅胶的一个手套。所以正常来说的话，都不会去做这个手的，除非你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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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这样子的，那我可以给你定制，但是这个定制的一个价格的话，还是比较夸张的啊。对，好操作的，说句老实话，因为你捏了以后，等于是说你的手你是没有了这个触感，然后轻重啊各方面，你自己拉东西或者是拿捏一些小的一些东西是非常不方便的。我宁愿来说的话，你就好像我现在这样子。对吧？我穿了，然后我戴一个硅胶又叫那个乳胶的一个手套。MS 八是可以框眼片的。现在我给大家去看到的这一个眼睛的话，
就是之前很多人在我们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没有看到过的这个直视的一个眼，就是因为本来最初的话我们是做了一个上方的一个眼嘛，对吧？这个唯美系列，这个欲望。所以的话，今天我们去展示的这一个呢，就是一个正常眼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正常眼来说的话，就相对可以比较，没有那么的色气吧。但其实来说的话，它这个妆容、这个表情，大家应该也都能觉得是比较爽，对吧？然后来说的话，现在这一个 M28 那里的话，上一次直播也没有去展示得到这一个口塞是怎么样的，所以今天的话，我们是直接拿了这个口塞的一个配件，给到大家进行一个展示的。那现在这一个来说的话，这个眼睛我们已经又不做这个网眼了，我们重新又回归到了这一个，我们的 M220 铃兰的这样的一个眼片。就是我们用这个 3D 打印去做一个透明的一个眼片，然后在背后那里我们去做一个，眼片的一个涂装，然后的话是为了让这个眼睛呢，这个真实感更加强烈一点的话，所以我们现在一整个这个眼珠来说的话都是 3D 打印的。来，大家看一下。我们其实一早都已经是在用 3D 打印了，只不过没有说而已。首先，这一个 MS8 预计的这个脸，就是首先第一个是通过 AI，我们是先出一个概念的一个感觉出来，然后的话再去根据这一些概念的一些图，我们再去细化这一个模型。我们然后通过 3D 软件来去进行建模，建模出来了以后。我们进行这个 3D 打印，打印出来了以后，我们会去验证它的这个实际的看的一个效果。7月30，现在都已经正常的去进行了这个冲刺订单。我们现在这个产能，由于今年的我们出的东西也的确是比较多啊，又有特价款呐、啊，然后还有这一个现在这个 MS8 呀。然后还有包括现在身上面的一些大连体啊，还有接下来的很多很多东西，所以的话就导致了我们现在这个产能来说的话，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慢了一点。多久发售？现在 MS8 已经发售了呀，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店铺里面可以去直接下单的呀，大家都能够看得到的，在链接里面。我把它就先放到这边，然后眼片这里的话是有四个颜色的，刚刚有多久做好？我们尽量会在这个产能呢，因为来说的话，真的是特价版又得要去做，然后 MS8 又得要去做，每天晚上基本上我的每个主管啊，工人都在加班，所以的话就是。比较尴尬，但是我们会去尽力的去把这个，产品尽快的给到大家。所以为什么来说的话，今天我又专门去拿一个新的给大家去看一下，还有更多的一些东西，就是，暂时解一下大家的一个馋吧，好吗？好，OK，那首先第一个，接下来的话，我先把它放在这里。这个也是有四个颜色，对，没错。哎，我把头发把它捋到后面去了，显得我的后背好宽哦。很，我等一下全部集中
在一个时间段来去抽奖吧，要不然现在的话，这个时间太卡了，一段一段来去抽的话。然后今天这边的一个空调的话，也还是稍微没有吹得到我，直吹到我，所以的话也是有点那个热的，所以还是得要多喝一点水。OK，我看一下现在是几点来着？40，那就可以直接是抽咱们的那个，这个 JDJL 的一个定码，来。特接版的券，神秘嘉宾现在，你看现在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啊，这一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去抽的这个 JL 的一个定码的一个紧身衣啊，现在这一个是一个蓝色的，还有其他一些颜色，到时候可以去啊跟我们的客那个我们的这个频道的一个账号。如果中奖的这个用户的话，可以选一下这个颜色的。那现在来说的话，咱们现在开始去抽这一个手套。刚刚说了，我加码了2对啊，这总共是3对，3对这个手套。我现在手上面的这个一体成型的一个手套，又还开始卡了。先穿一下，我可以穿个手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把这个乳胶手套脱一下，准备开始。今天的这个弹幕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第三版本的大连体叫做玉姬啊，也是玉姬，和 MS8 是同一个名字，但是不同字。为什么呢？就是刚刚也说到了，我们会去联合着头部。然后还有身体，我们做成一套，所以的话，我们直接也是把这一个第三版本的一个大连体呢，做叫做这一个玉姬啊，就是玉是宝石玉石的这个石这个玉啊，玉石的玉，然后的话就是那个肌是肌肤的那个肌。对，然后。今天的这个弹幕来说的话，就是玉姬加玉姬，玉姬加玉姬，爽爽爽啊！这临时起一下，就会让大家有一些挑战性打出来，物如其名啊！这里手有点油啊，大家不介意，我去稍微拿一个纸巾擦一下。纸巾，纸巾，拿给对，抽吧。好了，我要回来啦。对，玉姬在玉姬，爽爽爽。好，我们现在先开始抽这一个。哎，我的手机放在这里哦。好，现在是45分。什么？哦，你来结是吧？好的，那我们现在是看一下这个时间点啊。稍等我一下下。好，这个是44分，然后我们在四十。就45吧，现在剩30秒，抽第一个啊，抽第一个一体成型手套，抽第一个，还有剩下20秒的时间，爽爽爽，对，现在我准备开始倒数了啊，开始准备倒数，十、九、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截图。好 ，OK， 你是谁呢？我现在把这手机给大家看一下哦。第一个一体成型的手套，恭喜我们的这个用户。啊？测速。哪个？最下面是测速。恭喜这一个。撤硕，啊，撤退的撤，硕士的硕，啊，这里，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放大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撤硕，啊，这个截图的啊，好 ，OK， 恭喜，有听啊。有听到了吗？测硕，恭喜这个用户得到了我们的这一个第一个奖品。如果听到的话，就出来说一下，叫一下。听到了是吧 ？OK， 那听到了以后的话，我再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就是这一个弹幕的话。中奖的这一个用户的话是不能够再去中第二次的了，所以来说的话就是下一次的时候也可以不用去打都可以了，弹幕对啊，预计加预计，不是这一个终于中了，我想也恭喜这一个小伙伴，对，好 ，OK，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开始抽第二个了啊。是在48分，也是刚刚的这样的一个弹幕，预计加预计啊，就是大家看着来去打就可以了。预啊，我们小伙伴会去直接发出正确的这个弹幕。然后现在是47分，接接着来，对，然后现在还剩40秒时间，还是抽这一个。好，我觉得比较好一点，给大家能看得到。好了，现在还剩那个20秒，还剩20秒时间，开始不停的开始说了吧。那我现在这个时间，好，准备开始倒数，9、8、7、6、5、4、3、2、1，截图，好，小 P 已经截图了，恭喜一下，看一下到底是谁。易经，哎呀，恭喜我们的易经啊，是忧郁的郁啊，毛巾的巾啊，不是那个淋浴的浴啊，不是啊，易经啊，中了，因为上面这个许离。它是错的，这个可乐的凋零猫也是错的，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才是正确的这个弹幕，不要给其他这些小伙伴给带歪了啊！看得到吗？可以是吧？小的。哎。看到吗？浴巾，好了，看到了以后的话，出来喊一下。对，那现在我是非常非常正规的啊，没有开玩笑的啊，这一个截图就是截图来的，嗯。然后来说的话，来了啊，出来喊一下，要不然的话没见到的话就到底下了，顺延到下一个人的啦。他说看到了哦，在这里是吧？好的 ，OK， 恭喜你，恭喜我们这一个 B 站用户啊。好，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去抽第三个。那我觉得还是得要穿起来，让大家能够看得到我们的这个
奖品。抽完最后一个这个一体成型的手套呢，这个是 RB 的啊 ，Rubber Band 里的一个手套。感谢 Rubber Band 里为我们提供这么棒的奖品。现在是22分，这个22:50啊。然后我们是52分的时候再抽第三对一体成型啊。52分啊，现在准备51分。等一下我会倒数的，放心。我先整理一下。大家可以先刷起来。好了，现在这样就。中了的用户直接私聊我们的直播的频道，直接私聊我们，然后把地址发给我们，然后我们就会送出奖品。对，或者是说直接登录我们的这一个淘宝啊，去到我了，对，说出自己的一个 B 站的那个 ID。好，现在是51分，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还有30秒时间，又开始抽了啊，还有20秒时间，准备起来，刷起来，刷起来。好，我准备倒数了啊，10, 9, 8, 7, 6, 5, 4, 3, 2, 1，截图。好，看一下是谁呢？哎，恭喜我们的粉丝 Billy7722，看一下。近一点点 ，Billy7722，听到的举手，看到了是吧？最后面一个 Billy7722，每一张截图截了一下，都保存好就 OK 了。那我们已经送出了我们在10点钟的这一个产品啊。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抽2件这一个一些 L 的一个定码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全包的一个定码的一个紧身衣，顺滑的这个拉链，然后顺滑的手部。当然来说，我现在我真的是不能够把它穿上去，要不然来说的话会给封的啊。特阶有啥特殊？首先来说的话，就是整体的一个细节。我希望来说的话，就是问这个问题的小伙伴的话，可以等一下去到我们的这个淘宝店去咨询客服，然后拿我们的这些特阶版的所有的这些细节图片啊去看。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有更加明显的这个直观的一个感受啊。首先第一个，特阶版没有横膜线，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拟真，可以说是电影特效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斑点皮肤纹理的一个处理，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柔软度啊，这个是我们目前最柔软的这个柔软度，我们的产品。然后这个，但我们现在这个特阶的大连体来说的话，由于是考量到这个耐用性的这一个出发点，那我们会去把这个柔软度呢稍微去减低了一点，那就相对来说会比较有弹性一点啊，并不是说它不软，它还是很软的啊，还是很 Q 弹的。预计的这个身高，嘉宾你身高多少？嘉宾的身高是190，
啊，体重呢？体重呢？体重是多少？体重140。啊，他是140斤的啊。特阶来说的话是不用垫额头，我现在这一个就没有垫额头，看我现在这个蓝色没有垫额头的，是吧？我现在已经给大家报了这一个身高和体重，感觉可能已经有人在开始猜我们的神秘嘉宾了，那我们就在。准备抽这一个一体成型的这一个啊，不是，说错了啊，今天因为有点懵逼，我自己有点懵逼，就说回正式我们的这一个一些 L 的这一个定码的这个紧身衣，之前呢，对啊，因为一哦，你反过来了是吧？你还是挺会搞笑的呀，那我相信你没有可能只有140这么矮的，你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是非常可爱了啊。好了，那我们现在去稍微嘉宾 OK 了没有啊？ OK 了是吧？ OK 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嘉宾，因为嘉宾刚刚做好了这一个妆照，直接整活，没有，我们是让嘉宾一起过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抽奖里面去。来，我用我的这一个手。喜欢那个嘉宾你碰到。啊，不穿了，直接不穿了。大家有很多疑惑的就是，为什么啊？嘉宾出镜了吧头？啊。对啊，没有嘉宾可以下来啊，嘉宾坐下来吧，我看一下可不可以有那个有漏，还好吧，夹对对，完全往出来，不是，先不纠结，这个我帮你稍微对你自己稍微抓一下，应该好，就先抓着吧。好的，来等等。大家稍微猜一下，是我们的哪一位大佬呢？是吧？是不是？你们说身高，我的身高是177，然后来说的话，我们现在这一个第三版本的这个大连体预计大连体的话，其实1.65米左右，怎么了？哦，对，摄像头在哪里？摄像头在这边，这单反。我去开一下这个小蜜蜂，让我们的这个嘉宾呢说一下，啊，把它找到这里。哎，有人说，天哪，你真高，是8尺吗？是豆总吗？是谁呢？站着屏幕装不下。阿林。嘉宾的黑丝能上链接吗？是啥？来，我公布一下答案吧。啊，我觉得，对，穿上高跟鞋就是2米了。所以的话，就是大家要去看一下我们这个大连体的一个延伸性，是非常 OK 的。哎，看来已经有很多人已经猜到了，没错，就是我们可爱的豆豆。来，豆豆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大家好。有听到吗？大家有听到吗？你稍微再说一下看，不用啊，你说一下。大家好，再说一下。大家晚上好哈。应该是有听到的，听得到是吧？对，今天我们有幸的，也非常有缘的，能够邀请到咱们的豆总。我相信来说的话，也挺多粉丝都知道豆总的大名。啊，声音真磁性，那这样的话就大家一起配搭起来，我可能稍微温柔一点。其实我都看不到字，其实看不到哦，看不到字哎。对，那个直接拿这个手机给他吧。那个
哦，搞个那个，自拍杆。自拍杆？为什么要拿个自拍杆？不是夹的那个自拍杆，那就可以。哦，你说放投影？对，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帮杜总稍微撩一下这头发。为什么今天这个妆照呢？要搞这么久呢？首先来说的话，就是现在咱们的窦总呢身上面穿的这一个大连体呢，是咱们的这一个黑皮，是我们的这个黑皮色来的啊，是我们的这个黑皮色。所以的话就是，脸那里的话，由于没有时间，搞不出来这一个颜色来。OK。打开全屏呢、啊？自己转。哦，全，不是啊，现在这样 OK 吧？好，来，可以，豆子拿着。啊，说回那、啊、刚刚我就说了，这一个大连体呢，是一个古铜色的，所以的话就是搞颜色。你们。指头好长，人家窦总的身高摆在这里，所以的话，刚刚这位小伙伴问多高能穿，我刚刚也说了，1米65到1米9都没有问题。然后体重啊各方面的话，只要不是太夸张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你可能1米9，然后180斤，那可能大连体，我们的大连体是真的是不行。啊，穿上去可能就会有一个破裂的一个风险。上对折一下都能认出来。对折一下。然后来说的话就是啊，我们接着来再去跟大家继续我们的这一个抽奖吧。既然我们的这个神秘嘉宾都已经不叫神秘了，大家都知道是谁了，是吧？太明显了。太明显了。哦，还能竖着看，180、130斤，其实可以啦，180，然后130斤的话绝对可以穿。我差不多要和我135，然后我177。160的女生，看身材160其实穿不了了，会太松了。不是太松，太长了。对哦，就是松啊，也是然后就垮拉下来，因为比如说。这个腿部这里160、150斤就不会松，对，有一个延伸性，160加一个150斤应该问题不大。不用报名的，直接喊弹幕就可以了。咱们等一下，哎，卡住了吗？吓死我！离开屏幕为什么我会？我还以为那个我们说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敲管了去阻止我们呢？对啊，我们现在不是在屏幕那里吗？好，我再加点油啊！我就穿着这个手。窦总穿的多高？他身高是多少？我们就只有一个码。一元优惠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淘宝店铺啊，是有一个1块钱进入加入我们的一个会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活动，还有这样的一个。关怀大家的一个活动，入会以后可以领取优惠券，对，叠加折扣就折上折。感觉秦总这个羊毛好玩啊，埋进窦总胸里，啊，不是反过来吗？你站起来吗？你站起来，你把鞋脱了站起来，应该还能入境。应该。开不到。没事啊，我们现在就是也无所谓了，就反正让窦总怎么舒服就怎么来嘛。站着看一下。哦，要看窦总的大长腿是吧？帮我拉一下。那个，等一下弄破了，对。没事，等一下我们两个就都坐在这里看一下谁，那个谁的那个腿够长，但我知道窦总的腿比我命还要长。比你命还要长。你过来，我扯一扯。来，我们把这个椅子搬出来这里，然后再去调一下这个。这个稍微撩高一点点。
稍微低一点点头，低一点点。然后还有刚刚也说到了啊，我们今天在东莞这里的话，其实是啊，跟这一个自拍馆的老板谈成了一些合作，就是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去把我们的这个产品，所基本上是所有的产品啊，会放到这个体验馆里面去。对，我们现在稍微提高一点吧，他们要看腿，我们坐下来然后我们露腿就好了，来吧，我就坐在前面，这样显得我的腿会稍微长一点。对，可能要镜头往下摆一点。我直播间就没了，就黑丝大长腿。黑丝大长腿，没有，我们还是有头架呀，对吧？我们还是有头架呀。可以。对，窦总就注意一下他这个超短裙就可以了，因为今天窦总也是精心的啊，为了这一个直播的话，去准备了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衣服。哎，这个鞋子怎么啦？他可能把这个鞋子拿开一边先吧，踢一下就好了啊。不是他，你踢无所谓啊。不行，我不能走到那个位置。抽紧一点啊，那个不是，是上面那个。对，全国人民都想看我的腿，是不是？全国人民，对。大连体到脚的，对，没错。垮腹有没有加厚？有啊，刚刚说了，这里是加厚了3厘米的，这两边就是6厘米，然后后边屁股这里的话也是3厘米。总共来说的话，我是90的一个臀围，穿上去了以后是达到差不多是12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臀围的。我是100的臀围。啊，100的臀围，我们现在这里没有卷尺，如果有的话，直接就开始量屁股。给大家去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风垮风团的这个效果。主要是坐下来看不到曲线。国际品牌，那我们当然也会有在海外这边去啊进行售卖啊。然后来说，之前的话，我们也通过 Danny 的一个帮助，我们的产品呢是去到了。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一个链物展里面去啊，就是德国的这个链物展。那我们在这个展示的期间来说的话，有很多的这个欧洲的人民就已经说，哎，这一个产品我在网上见过，哎，甚至来说的话，有很多的这些买家直接又过来去看了我们的这个产品，然后包括。有还有日本的小姐姐呢，也佩戴了我们的这个玉妹的一个头套。迪美斯是迪美斯，莫里斯是我们迪美斯的其中的一个代理商啊，不是同一个，大家要分清楚啊。我们是迪美斯和莫里斯只有一个代理的一个关系，他们是代理我们的一些产品而已。对，左边的黑丝姐姐也是穿了今天我穿的这个大连体，只不过来说的话，就是我的这个是肤色，然后窦总的这个是一个黑皮。对啊，我是清代，没错，我是清代。今天可能说的话有点多，我要随时补充一下这个。听声音就知道，那还是有挺多人还不太知道这个掉，小心可能会掉镜头，随时看一下吧。这发等一下砸下来了，居然有人不认识，其实这一个问题不大呀，因为来说的话，我只是一个小人物而已，对不对？哦，窦总这一个其实是他的确是穿了黑丝的。连体没有到手，连体就是到这里，到手腕了。对，脚的话就到脚踝嘛。对，出新面了吗？这个就是我们的5月份的一个新面。
对啊，我只是一个小人物而已，我在这个社会上只是一个小人物，我在这个圈里面来说的话，就是我也不说多啊，就是可能也相对来说比较多人认识我啊，但是你说全部都认识那是肯定不可能的，所以来说的话，就我说白了还是一个小人物。付款了怎么领券？和客服去直接说我们这一个我已经入会了，然后的话他会去发一个这个券给你的。对，这些细节来说的话，就是由于今天我们是从大概我们是其实是想出去外拍的，在这个3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变装了，然后到5点出门的时候的话突然暴雨，那我们本来想去东莞比较有特色的一些景点啊去进行拍摄的，那但是由于天气的一个问题的来说的话，导致我们的这个拍摄没有办法，那我们就打算还是直接我们回到这里我们的这个自拍馆里面，然后开始准备我们的这一个直播。那所以为什么来说的话，刚刚调试了很多一些东西，因为新的一个场地的的确确是需要很多的一些调试的，所以的话就今天我可能也会比较稍微比较疲乏了一点啊，大家见谅一下，大家真的是要见谅一下，因为这个网络各方面的都得要去调试啊，还得要去布置一下场地，所以的话还是有点比较急急忙忙的。小霞大人在旁边，没错，小霞大人现在正坐着一个木马上面，看着，看着大家在这里聊天。对，我们等一下把镜头移到我们的木马上面去。不要，给你们看木马。对，看木马。好像没进去。没进吗？进了。其实也没有奇怪啊，这一个是和咱们小霞姐姐的这个可爱的这个人设是同频的。豆总在看什么？看好久了，豆总就是在看着你们的弹幕啊，他这个平板上面也是，播着我们的这一个画面呢、啊。我在看小说。豆总在看小说。豆总的腿还是放不下。没有啊，其实豆总还可以往后挪一点，应该可以的。可以吗？可以啊，后面，后面没问题，后面。有个东西。啊 ，OK 了，其实有一点点。都想看我的腿。不想，对，大家都想看腿。然后这里还有这么多鞋子在，我稍微把它松开一点吧。豆总，请把夸拿开，不要遮挡。要维护好咱们的直播间的叠序秩序啊，对不起，我这光谱有点垃圾啊，所以的话要挡一下，而且今天豆总的这个裙子的确是非常短了一点，所以来说的话就是大家看腿就好了呀，字幕挡住了还是放不下，笑死，你们就看膝盖就好。我们现在是不是准备再开分店，我们现在是在筹备着去做我们的这个线下的一个体验馆，那刚刚也说到了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在东莞的这个品诺的这一个自拍馆里面去把我们的这些产品啊放在我们的这个体验馆里面，然后的话我们欢迎这个广州啊深圳啊惠州啊还有佛山啊还有新源 啊各个其他的很多的一些中山啊珠海啊深圳啊这些小伙伴呢、啊、惠州对还有惠州过来东莞的这个体验馆呢、啊、去第一个可以实实在在的体验到我们的迪美斯的所有的这个产品，然后第二个点来说的话，这个自拍馆拥有20几个场景，然后来说的话还有几百套这个服装是可以给到大家
去配搭出自己想要的这一个造型出来。其实东莞来说的话，无论是说坐高铁也好，飞机啊，对吧？比如说飞机，你直接飞到国际白云机场，然后坐高铁过去东莞也是很快的。可能坐到宝安机场会近一点。对，深圳宝安机场，或者是说在这个去到深圳宝安机场那边直接上去，坐城轨。对，坐城轨。直接大概一个多小时是吧？对，一个小时。对，一个多小时就能够来到我们这一个品诺的这一个自拍馆里面。那刚刚说到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这里有很多的服装可以给到大家去进行这一个自拍，或者是说邀请这个摄影师，甚至来说的话，就是还有第三点，接下来的话我们会去在这一个线下店里面去做一些沙龙，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约一下各位广东省内的啊，比较近嘛，因为可能利用一些周六周日啊这个时间点来到我们这个自拍馆里面，大家一起拍照啊，大家一起变装啊，这样子来去轻松一下，拥有我们的这个不一样的一个周末。贵州。贵州，贵，啊，不是贵州啊，是贵州。贵州，对对对。对。贵州怎么了？就是贵州离东莞也很近。就是我们现在是广东省内嘛。嗯嗯。刚刚窦总说了是贵州，啊，因为我们贵州离东莞也非常近，所以来说的话就是欢迎我们接下来欢迎我们广东的这个小伙伴，啊，可以去尝试到我们的这一个自拍馆里面的话。而且来说的话，我们这个自拍板呢，是相对来说的话，会保证好大家的这个隐私啊。大家一起进来玩的时候的话，或者是大家一起自拍的时候的话，是没有我们这些圈外的这一些人员会在的，啊。而且老板来说的话，就是预约制。对，预约制的，我们现在目前是预约制的。对。预约季穿的，其实来说的话身体的感受并不热，但是出汗肯定会有一点。对啊，就是我是想希望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些产品有能够有一个线下的一个地方呢，给到大家能够直接去进行体验。比如说我们有新产品 M28， 那可以第一时间大家过来这里能够感受得到它，摸得到它，看得到它。所以的话就我们现在还是在初步的进行一些合作，但是来说的话就是相信很快的话会去实现啊，会去落实下来的。他说需要自己带装备吗？自己也可以带，自己带或者是说我们这里也有可以体验的。就当然来说的话，就是为了这一个你们可能考量这些个人卫生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们这一边肯定都会每一个佩戴的这个产品在你体验之前都会去用这一个酒精去进行一个消毒，所以来说的话大家不用担心会有一个比如说谁戴了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清洁卫不卫生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些我们都会考量到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比较热门的一些产品的话，我们都会去放置多几个在这边来到给到其他很多的一些小伙伴来去进行这一个体验的。体验价格来说的话目前还是在探讨着，但是来说的话就也不会太离谱啊。小小问了，嘉宾穿的是哪套装备？嘉宾现在脸上面的话是我们的特接嵌啊，可以把那个平板，对，坐近一点 吧，坐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吧。来，直接站着我调高就好了。这是小霞姐化的妆哦。对，这是小霞姐姐化的这个妆容。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黑皮和，黑皮和这一个黄皮的区别。来，我们把这个手露出来看看。对。啊。这个。没有带脚趾的，我们现在这一款是没有带脚趾的，啊，看到没有？
没有带脚趾。对。你看，跟豆总手的颜色一模一样。新的大连体大概几斤？我们稍微称了一下，大概8.3公斤。8.3公斤就是16.6斤。对，封垮了就很明显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封垮。可以往后站一点。对对。黑皮来说的话，其实也不是说不好看，那就是因为来说的话是需要配搭整体的一个效果。那由于来说的话，就是考量到这个直播的一个效果啊，还有就是避免被封，所以的话就是会穿的比较保守一点。没有。对，豆总穿的也是拉链款。我是不是白皮，我的这一个是狂皮，我是狂皮，看胸口就知道。对，看胸可能会比较知道一点。对对。其实这一个可以把它脱下来吧，应该。啊。也可以脱。对啊。你来解。对。就是这里目前脱不太好吧。好，小心一点就好了，没所谓。我说你这样万一有的纠结。哦哦，黑皮少女。对，就这样，慢，等一下就可以了，不用脱了，就这样吧。对，就这样先吧，给大家去看到。黑皮少女。对，这个要拿一些库里叶过来，他头发有点脏。没有连接头，我们只是一个大连体。看，我们现在这一个是有一个啊断层的，我这个胶是没有那个油的，所以不放。刘海吧，对，夹一下吧，有夹子吗？有，夹子，拿一个发夹，可能掉下来，应该不是掉下来。好了，嗯，现在这样的话，大家能看得比较清楚，我跟豆总的这一个黑皮跟这一个黄皮的一个区别。你能看清楚吗？对，我可以说一下的。来选一下，用哪一种夹子？这是，先不管了。大概多高可以穿的合身？我们现在的这个是从165到190啊，咱们现在豆总的话就是190。净身高190。对，净身高190的这个身高。刚好的，刚好合身。他这个脸这里打过他那边一点，这个灯，对。我们的大连体是同一款，只是颜色不一样啊，就给到大家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感觉。两个面具不是同一个，我这一个来说的话，我这个是特阶的蓝，然后豆总的话就是那个特阶的这个嵌。你这个是夹在这里吗？它应该是这边会塌下来，应该把这边。它不是，它拿一个根本是夹不了那里的。我夹过了，看那里有个叉子。你这样子仰头帮他装饰的样子，好像我平时，好像平时的我。平时要洗头的样子。OK。就先这样。直播回放可以看，应该有吧？有啊，我们搞了这个。190，体重是140，140斤啊。头围其实也不大。也不大，啊。头不是连松的，是套头的，套头。来，抬头看一下。对，套头的，给大家看一下套头的。全方位展示。对，全方位展示。什么魔鬼身材？豆种魔鬼身材。好傻呀、啊。好呆哦。1米几，160斤可以，没问题，是可以穿的。但只是我还是比较建议的话，大家如果是买这一个拉链款的时候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拉链的时候一定要这个背往后靠。然后的话，我们也会去提供一个锁扣，一个拉环给到大家，这个是需要给到大家的，这个要记录一下，对吧？对啊，
窦总今天晚上穿的这一个还是很性感的，锁骨明显不有拉链的，后面这里有拉链，后面这里是有拉链的啊。我把这个窦总的美背拨开一下啊，做个隐形拉链的效果。对体重来说的话，就是看到没有啊，先给这个大家再看一下。OK， 后面是有拉链，也可以去选择这个紧入款，但是紧入款来说的话，是我还是比较建议身体重啊，体重在这一个110到140左右，身高来说的话，就是和我现在跟窦总可能会，如果是说你是190这样的一个身高，然后如果你体重是160斤的话，不太建议你去拿这一个紧入款，啊。然后我再说一下这个价格，我们现在这一个版本是特阶版，是这个满配的一个版本啊，没有这个合模线，拥有这一个特效化妆级别的这一个斑点和纹理，还有这个细节。那由于直播的话，它这个画质不太清楚的话，你们是可能看不太到，然后你们可以去咨询客服拿一些细节一个图片。然后来说的话，就是还有这个没有合模线啊，我们这个边缘这里是没有这个那么难看的这一个合模线在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封垮封团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在啊，这个屁股还有这一个垮部都是跟我们大灵体是一体的，是融为一体的，不用再去穿什么的这一个垫团的垫胯的，看不了细节的，拉近镜头，拉近的话你们也看不到。比如说呢，现在你这样我怼给你们看，你们也看不到，你们也可以看不到的，因为这一个就是真实的皮肤，你没有什么细节啊，那个弹幕我们就是很真实的一个皮肤，没有什么你想要看到的，比如说那个皮肤的纹理你没可能能够看得到的，这一个只能够到时候我们给那个图片给到大家去看啊，因为还有灯光的各方面的话一打上去，下次我直播给你看。就反正来说的话，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满配的这个价格来说的话，我刚刚也说了啊，这个是活动的一个价格，刚刚我说的只是一个定价啊。 C 我们是有 CDEV， 然后我们 CV 是定价，我们的这个满配版是3780，然后我们的 DV 是3880啊，然后我们的 EV 是3980，然后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活动价。那我们现在来说的话，我们是希望有很多小伙伴可以去先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的情况之下的话，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大家去认可我们的这个大连体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来说的话，我们会又设立了一个入门版，入门版来说的话，我们的这个定价呢是 CV 3180的，然后 DV 是3280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活动价呢，我们是把 CV 的做到1968，我们把这个入门的一个版本啊，是入门的一个版本，1968，就是有合模线，然后也没有斑点，但是呢，丰垮丰臀和皮肤纹理是有的。对，没错。入门版的话是会有一个合模线，然后就没有这个特效级别的这一个喷斑，但是丰垮还有各方面的这个细节，就是皮肤的这个纹理，这些东西都是有的。然后刚刚说了，最便宜来说的话就是1968，这是一个入门的一个级别的一个版本。那满配的这个活动的一个价格呢，那就是我们的这个一杯的这一个特阶版本，那是三 C 和 D 两个杯一，做到一。然后我们的这一个一杯的这一个顶价就是3393，可以了啊，就等于是3400，那就是3400，都是一样的材质，都是一样的材质，都一样的材质。我们这一次就是想让大家能够认认真真的、清清楚楚的能够看得到我们的这一个
诚意，因为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对于大连体可能就是只听过别的品牌的这个产品，那可能也有挺多的小伙伴也买过，但是可能效果各方面我就不去评价啊，但反正来说的话，我是按照我自己的一个要求来去给到大家的一个效果呢，就今天这样穿到的一个状态，松垮松团有了，没有合模线，真实有了，各方面的都希望是能够给到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们把这个入门版的价格做的稍微低一点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就是基本上没怎么赚钱啊。怎么上厕所？这里啊，这个位置我们是有这个导管的，然后或者是你如果不要导管的还有开口，开口你可以直接掏出来可以来啊，然后还有包括我们还可以去加这一个飞机杯在里面，让大家可能在跟其他小伙伴情侣去游玩的时候会有一个真实的一个体验。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大号，我们这个屁股的位置也开了孔，但是这个孔呢是相对比较小的，所以来说的话，你们吃饱了想要去厕所就不要穿大连体了，排干净了以后再去穿好吗？要不然来说的话就是啊，在里面对不对？所以的话这一个基本上都能够去满足得到大家的这一个需求了。对，小方便小的还是很方便，但是方便大的话就不太方便。对啊，要不然来说的话你自己也是啊，为什么就是穿着的时候觉得哦，或者是你觉得啊还是想要去厕所，那就真的不好意思只能够要脱了。这个可以情侣解决需求吗？可以的。拉肚子咋整？拉肚子拉在里面没办法啦，你都既然说到这么极端的情况，我这大连体又不是会飞的，我又不是神仙，对吧？先自己解决，对吧？健康管理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哦。对，设计成开档的话，这一个我相信来说其实是很少人去需求的，因为我们大连体就是需要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入体一个效果，对吗？谢丽婷，对，没错，闹肚子可以先吃个药，就不要大连体不能脱，对不对？晒晒，对，抽奖 OK 没问题，现在又开始准备开始抽我们的这一个啊，喂，我还是叠着来，叠着来，问的越来越重口了。也没有啊，这个极端的一些情况他们问一下，就是可能觉得啊，如果我把这个功能做出来了，那他们可能会买呢，因为可能有些人就是想要在这个又拉又不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还拥有着这么美妙的一个身体去看着自己非常羞涩，对不对？这个我是其实能够了解的，但真的我们暂时还做不到啊，所以的话这个只能见谅啊。OK，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去跟大家继续刚刚的这一个定码的这个紧身衣的一个抽奖先好吗？大连体是大连体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是一整个身体，胸是肯定是有的，但是就到脖子这里，后续的话肯定会去做一个连到一块去的这个连着面具的这样的一个大连体给大家啊。这是卖什么？我们卖情绪价值。今天我跟大家去从人体学谈到了这一个情感学上面去，好吗？现在谈天体物理。屁股远不远？屁股加厚了，其实你想要去捏的话有远度是肯定是有的，但是你想真人这样子的话是不行，因为来说的话我们是加厚了三公分这么厚，三厘米这么厚的一个硅胶，你想要它怎么再怎么远都有点难度的啊，知道吗？看一下背面，好，看得到拉链吗？我们现在这个是拉链款，出现了，还没有换
帮你拉一下。OK， 好，有些这个我、哦、还行吧，其实也看得不太那个。OK， 咋保养？穿完以后用清水清洗就可以了。因为来说穿这个大连体的话是需要有这一个人体用滑液去穿着会比较舒服啊。窦总今天是有这个入坑以来第一次穿这个大连体，哎，但是他只是用了多少，用了大概15分钟的一个时间，就是涂好这个人体用滑液啊。我们的这个详情页里面也可以去介绍的，我就不多说了。我现在现在挺多人想要去赶紧抽奖的。女生其实来说的话，我们都是面对男生的比较多，我们这一个是属于男生的这一个情绪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去进行延伸的一个产品啊。拉链的话，我们后面这里会加一个拉环，然后还有一条这个拉绳，方便大家就是穿的时候这样顶着，然后这个拉链拽这个绳子拽在手上，这样子上上一拉啊，会相对来说的会方便挺多的啊。抽奖还没有结束，我们现在还在开始抽这个定码的一个紧身衣，因为来说的话就是挺多人是咨询的啊。不到拉链的怎么穿？不到拉链的话直接拉开穿。那个紧入榜一送东西这件事有没有给大家透露呀？哦，好像没有。哎，说一下吧，我喝个水。榜一大家可以来，我先把这个小蜜蜂给到咱们的小霞姐姐。哎 ，hello hello， 默西，这边是小霞，这边是小霞。刚刚秦大就是太忘乎所以的输出情绪价值了，所以说他忘记告诉大家一件大事，就身上的就秦大身上还有窦总身上这一个大连体，任何一个颜色，只要今天到了榜一就可以获取一件了，就直接免费获得一个最顶配的版本。就是我们的终极大奖玉姬大连体，然后榜一就可以去获得。然后因为今天到12点的话，那个榜单会清零嘛，所以我们到23点59分的时候就会截图去确定榜一是谁，然后送出我们的终极大奖哦。大家如果特别感兴趣的话，然后预算又有限的话，其实可以拼一拼这个机会，拼一拼单车变摩托。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无论是黑皮还是秦大身上这个自然肤，或者是欧美白皮都可以选。现在抽奖这里的话可以准备抽，但是榜一这一个来说的话就是大家随时可以刷下去好吗？大家再重复一遍，再重复一遍，23点59分的时候我们会截图榜一，然后确定一下终极大奖的归属。好了，现在把麦克风还给秦大。好的，那大家刚刚应该也都听到咱们小霞姐姐说的这个，哦，那个没事，这个装饰掉了。腿部到哪里？腿部到我们的这个脚踝那里的。1米9都可以到脚踝哦。对，到我们这个脚踝那里。窦总可以展示一下，把脚怎么展示？拿起来一点点。看不到。你可以往下，往下就往下就好了。往下给个特写。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转一下。还下一点，能看得到是吧？对，大家看到没有啊？我现在我指示一下给大家看，太近了。 OK 了， OK， 好啊，这里就是到这里。对的，这里摸到了呀，到这里这个长度你看，咱们窦总1米9的这个身高啊都能够去包到这个脚那里去的啊。
所以它一个弹性是非常 OK 的啊。包括来说的话，我们还有一米六几的这个小伙伴穿上去呢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体重方面就稍微有点要求了，可能得要搞到一个120斤110斤左右。背刺准备大家努力一点啊，这一个预计的这个大连体呢，我解说了也太也比较多了，效果的话大家也都能看得到了啊。所以的话我们开始继续咱们的这一个抽奖好不好？那我看一下现在的时间点是多少，哎，我的手机呢，我在这里，汗肯定会流出来的。1.85米微胖能穿吗？150斤可以，没问题，但建议可以穿一个这一个拉链款。性感，你这个黑妹松了吗？然后现在是我们的11:40啊，现在准备41分，然后那个我们42分的时候就开始抽我们的第一件。这一个定码的这个紧身衣送出2件啊，然后口令的话就是预计加预计，爽爽爽，来抽奖弹幕，对，没错，抽奖的弹幕，前面还没有抽，前面还没有抽啊。好，那现在开始说起来了啊，因为是42分了啊，现在还剩30秒时间，现在还剩30秒时间。开始我们这个定码的紧身衣啊，好，还剩20秒时间，还剩20秒时间，开始准备，还有15秒时间。好，我们接下来开始，10, 9, 8, 7, 6, 5, 4, 3, 2, 1，截图。好的，看一下到底是谁呢，来说一下。好，喂，啊，由于出来的这一个尤纳蒂亚的这一个弹幕是错误的啊，所以的话我们把这一个奖品给到我们的老粉卡面来打，都是老熟人了。是谁？卡面，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底下的这一个的话是他是打错字的啊，这不能怪我哟。你拿远一点点，你把脸遮住。好了，起出来，出来了。看到了没有？卡面来打，恭喜我们的卡面啊，得到了我们的这一个第一件的这一个。定码的紧身衣，好像上次中的也是卡面。对，上一次也有中一个那个产品。对啊，上一次是他，那也可以啊，人家是上一次直播呀。这个截图就是这么简单，人家就是这么好运，对不对？也没有暗箱操作，就是1、2、3、4、5、6、7，对吧？倒数，然后截图。为什么人家能中你不能中？可以检讨一下。肯定是因为会入侵大波波。好，要有听到吗？卡面，可以抬胳膊看一下腋下吗？随便看。啊，你没有剃腋毛？你没有剃腋毛？随便看。OK。那恭喜我们的卡面啊，恭喜恭喜，就差一点是我了，没事，我们还有一件嘛，我们还有一件送出的，还可以继续抽，然后抽完我们的定码紧身衣来说的话，就是去抽我们的情面试啦。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时间啊，现在是11:44，那我们40分开始抽，弹幕一样，预计加预计，爽爽爽啊！但是一定要区分开啊。好，现在准备45分，
要么我们都坐下来吧，真的就站得有点累。好，你们坐。啊，对呀、啊。大连体是有风垮的，有风垮风团。好，现在是45分了啊。啊，我跟窦总坐近一点点。好，现在撤出来一点。开始准备刷起来吧，我们的这个奖品是定码紧身衣哦，很顺滑，好好穿的哟。好，现在还剩30秒哟，大家赶紧刷起来了哟。还剩20秒了，还有15秒。好，准备，开始倒数，10、9、8、7、6、5、4、3、2、1，截图。好的。截图出来了以后的话，啊，小乔姐姐拿给大家看一下。缠绵游戏。哦，绵。哎呀，绵总、啊。你们认出来了？都是熟人。你们看一个。恭喜绵总，绵总恭喜抽到我们第二件这一个定码的这一个紧身衣，啊，对，看得到了，缠绵游戏。看到了吗？看到了就举手。对，今天晚上啊，咱们的这个很多老熟人的话都来啊捧场一下这个窦总，谢谢黑幕。放心吧，这一个东西轮不到这个黑幕，这个又不是什么很贵重的东西。你说我抽个单反，我可能会去黑幕一下。什么？什么时候抽单反？我也要抽。对啊，抽单反吧。你们那么喜欢黑幕是吧？来吧。对，恭喜绵总，绵总这也是之前几次这个直播也都是啊参与了一些抽奖的，但是也没有抽中他，所以的话就肯定会，对吧？肯定。会最终的一个幸运都会落到咱们的这些支持我们的这些老玩家里面去啊。好的，那我们现在抽完了这个定码的紧身衣呢，小霞不要拍，先不要拍，搞一下这一个。反对，对，咱们恭喜一下窦总。我看一下这个，绵总不是窦总哦，绵总没有恭也恭喜窦总、哦，恭喜窦总今天晚上啊那个，正确来说是恭喜我啊，能够邀请到咱们窦总能够过来啊，咱们的这个直播啊，然后能够也非常辛苦的啊，体验了大连体，对，体验一下这个大连体。因为来说的话，就是直播真的是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轻松的啊，所以来说的话，就还是啊非常感谢咱们的窦总的。然后准备我们是52分的时候，但现在来说的话，哎，你们不去抢咱们的这一个大连体吗？我们要最后1分钟背次。对，你们要背次是吧？预计大连体可以尿尿，我们有那个导尿管，然后包括如果不做导尿管的话，我们这一个位置是有一个开口的，你可以把它掏出来。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掏出来，对吧？我是大连人，我要抽大连体。好啊，你们看一下，窦总直播完穿着大连体直接跑路，没问题啊，他可以直接走。直接穿着走。那我们在这一个52分的时候就抽我们的这一个奇面四吧，也有可插款，我们这一个是有可以加尿管，然后还可以可插，知道吗？
所以的话，今天晚上的话，我们榜一的话就只有我们的这个大连体，然后的话，所以就得要去看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啊，还有大概十分钟左右，看一下大家啊能否去冲动一下，因为这个价格就摆在这里了，顶配版本的话是差不多340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如果你们来说的话啊，好像上一次的某一位大佬的话直接 CS 测速啊 CS 测速是什么上一次的什么赛车吧，所以的话就还是得要去啊看一下能否以一个比较自己认为的一个合理一个价位来去干它，好吧 OK 了，拿过来吧。狂飙的斗中，好，那我们，哎呀，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去送这一个，请问是啊，现在是51分了啊，开始先说起来，我们送抽请面试啦，现在是51分，大家可以。刷起来了哇，大家可以刷起来了哇。还剩40秒。豆总就像被强迫过来的女，一品女高一样。女佣，女佣。什么女佣？是女高。还剩25秒。还剩20秒，还剩15秒，好，开始准备抽奖，10、9、8、7、6、5、4、3、2、1，截图，看一下到底是谁呢？到底是哪一个幸运的观众拿到我们的这个情面试呢？哈？哈摸摸，把这个截图给大家看一下。恭喜这个用户哈摸摸得到了我们的这一个情面试，看一下能够对焦得到吗？没有，对不到。我看，我来吧，我来吧。挡脸。豆总啊，对他豆总那里去了。豆总挡脸，看到没有？看到了是吧？看到了。好的，哈某某啊，不知道是不是啊，也是其中的一个某某呢？这么多某某，对焦到让我们死心。恭喜我们的这一个小伙伴得到了我们的这个抽奖的最终的这个奖品，最大的一个奖品，恭喜恭喜。好了，那还有这几分钟，那我们来说的话大概可以在12点多的时候进行下播。扫码扫码扫什么码？我们的这个榜一的这一个大奖的话，可以在我们接下来的最后的这6分钟会去进行这一个结算。那现在来说的话，我今天也穿着这个大连体呢，跟大家去聊了也挺多了。首先来说的话就是，哎，还能再看一眼，等着 M28 情报。M28 那里有啊，我刚刚已经说了呀。那大家是还得要再看一下 M28 的话。好，大家还需要什么情报？这个我已经也之前也说了挺多了呀。你是想拥有什么的情报呢？我再可以再说一遍，你是需要什么情报？
哦，对，配件，找一下，拿那个配件出来。太好了，那个配件拿出来以后，拿。直播间就不存在了。啊，在哪里？在里面吗？不是啊，单独分出来的呀。在这里应该。看脸，对，你的烟黑皮女高，有找到了吗？这后面这里面。哦。豆子好傻。呆萌。是好可爱。好的。哎，你在哪儿？就坐在这里就可以了。对，这个是。啊？谁？榜一换人了。哎，马上出来了吗？背刺了。不背刺了。小小冲一波。感谢一下咱们的这一个木。六千木易，我的天哪、啊！我的天！木东，感谢杨栋，哎呀，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对，有点苦，这个突然看起来，感谢我们的榜一的这个大佬。那我觉得今天晚上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了。大气。大气，感谢大家啊！那我还是要非常非常感谢。OK， 我能看得到的，你直接你就对我在远的那边可以看得到，咱们就直接这样看就好。然后我再次感谢一下咱们这个榜一的大哥啊，感谢榜一大佬。然后的话。我现在手上面呢去拿着的就是这个口腹的这个配件，那我们还是继续去解答一下比较想清楚咱们的这个 MS8 的，这样说黑幕都没人信。还有两分钟，但我觉得来说的话就应该夸洛已经是定下来了啊，夸洛谁家的话，那我现在继续去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一个是我们的这一个，对，我们是59分就直接这一个解绑了啊。那大家还有什么想要冲一下的呢？拉开身位的情况之下的话，那就我们等时间吧，好吗？请问什么时候下次直播？下一次。不是下次的事了。下一次来说的话，可能会在月底，到时候看一下啊。会通知的。没有，这一个不是拆卸的，就是我专门，没有把它粘合到一块去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MS8 的这一个内部的这个口部的这一个结构。好了。那我们现在开始准备截图，去决定我们的这个榜一的大哥。那开始了啊、哦！对，解绑了啊！先恭喜一下我们的这一个木易木东大佬，感谢，非常感谢。也恭喜你得到了我们的这一个，美玉姬大连体。
以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这个性价比的一个价格，嗯，这个也非常感谢。我们上一次经历什么？不是说每一次都有这么刺激的玩法的吗？对吧？你们自己又不敢下手。所以的话，贾玲讲啊，直接那个联系我们的这一个频道，然后把这个地址发到我们的这个频道私聊一下。如果是面具的话，哎，好像上一次这样，我们去抽这个特阶的时候，那真的是腥风血雨，真的是。主要我有四套大连体呢，谁这么厉害？然后 OK， 那我继续再去给大家去说我们的这一个 MS8 的这一个预计啊，预计的这一个抽奖中的也是一样，直接联系我们的这一个频道。然后如果实在不懂的情况之下的话，去我们的淘宝店铺去找我们的客服小姐姐。对，其实来说的话，再刷个6000，其实你也不亏。因为来说的话，这个价格就摆在这里，差不多那个3400啊，现在活动的价格。顶配没有啊，顶配就是3400。基本上我现在的这一个版本啊，就是3400块，是活动价哦。是活动价格，所以来说的话就是你看才这个数就拿到了，对啊，就一个，对啊，今天我们就送出一个榜一的一个奖品。因为上一次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也送出了挺多了，我们在这个榜二还有榜三的大佬都有这一个相应的这个奖品。前面四已经抽完了，我们也准备介绍完这一个 MS8 的这个口部的一个配件之后的话，我们会去进行下播了。因为我们还得要去把我们的这个自拍馆的一个布置的一些东西的话全部把它还得要还原一下，对吗？所以的话啊，大家去继续看一下为什么我要去拿着前面这一段呢。因为大家也都清楚了，我们现在这个 MS8 的这个配件来说的话，它前面这一段其实就是，对吧，大家懂得都懂，所以我就不多说了。然后最主要就是看外面它这个强度呢是10厘米啊，刚刚好，以我个人的一个佩戴的一个体验来说的话，刚刚好能到顶到这个喉咙的一个那个顶那里啊。然后来说的话就是这个是咱们的内部的这个结构。为什么叫它？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名字，就是克鲁苏之渊呢。啊，这个其实来说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它里面就是一个飞机杯这样的一个右立啊。那我现在把它套在这里进去，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口部的一个配件 MS8 的。上次的大哥克苏鲁，对啊，克苏鲁之渊啊，今天不在，对，今天人家已经爽歪歪的拿到了这个特阶券，所以的话就应该今天可能也有事情忙吧。那反正来说的话就是感谢上一次的各位的榜上的大佬，然后还有今天的这个榜一的大佬，非常感谢。那好 ，OK， 那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一个。那你们可能觉得它可能比较小一点，但其实来说的话，就是也是以我亲身的一个感受啊，这一个其实这一个感觉进去的话，和你们自己去外面买的这个杯是一样的一个感受的。双十一
没有双十一的时候，都是半年以后的事情了。我们会接下来还会继续的去收网的呀。我们还有新产品呢，我们还有这个 Q03 的一个复刻版本，然后我们还有这一个 M30 的一个仿真的一个产品。发货周期来说的话，现在 M58 的话，我尽量的都会在这一个多月，但是具体来说的话，这几天啊，已经在不停的去进行的这个出货的一个环节了。所以来说的话，就是大家不用担心啊，大家在上一个月拍了的这一些订单，我们也是准备在接下来的这一周以内，赶紧的去把它发出去。特阶连松缩刷胶能提前发货哟。做的。什么？特阶版的。对，特阶版现在可以十天发货。要跟客服撒娇才行。要跟客服撒娇。时间就是30天。普通时间是30天，啊，跟客服撒娇一下就是10天。不用等到730，真的不用。你可能就在月中或者是这个月。新版的电机有可能。不用，可能会在7月初。对，应该会在7月初。这个接下来这个配件的话，我会去再展示一下，但是应该不会在直播上面去进行展示，因为这一个真的是很难，我只能够通过拍视频啊、照片啊，给大家发到我们的官方群里面，好吗？那 OK， 那今天晚上的话也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个参与，那由于来说的话就是，我们等一下还得要去把这个场景和各方面收拾一下，那所以的话就得要准备开始跟大家说再见啦。那现在是这个几点来着？现在是12:07，那我们会在12:10的时候，我们就进行那个下播了。而且来说的话，就是穿着大连体的话，出了汗也是自己的身体里面湿哒哒的话，也是不太好受啊。这个是我反正有一说一，都是实话实说啊，就是大家会肯定会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造型，一个这样的一个整体性。但是来说的话，你要去考量的就是现在这个天气啊，然后还有穿着的一个舒适度。复刻裙衫的话，把豆总挡得严严实实的，过来这里。我过来这里啊。我们把这个，对，后面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对。裙带好小巧。那要么我直接我站上去吧。嘿，那我又高一个短了，是吧？这样。要小心哦。没事，可以的。我觉得这样算了，我直接这样跟大家聊是吧？因为豆总是真的高1.9米，我是1.77米，所以来说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大家还觉得 OK 吗？兼容性是很强的。对，兼容性就是这样，大连体的一个身体延展性就是这样子。对，1.65米其实也可以，但这个是极限值啊，就是肯定会有一点比较长，就是脚踝那里可能要折一两，要去剪一下，自己去剪一下，去剪一下，对，豆总包请他下来，没有，这个我还是100多斤的人，还是抱的话，谁不是100多斤？有啊，怎么没有呢？是吧？豆总是净身高是1.9米的，我是1.77米，所以来说的话就是，啊，我们这一个差距都能够穿到这个大连体是最真实的一个参考了，大家的也都非常清楚了。刚刚也看到了脚这里，啊，各方面的话都是没有这一个很突兀的一个感觉。一定得把数学
教学做好非常容易给大连体干肺。其实来说的话，我之前我是一直穿了大概五次左右的这一个颈褥的这个大连体啊，那基本上没什么，依然没有问题。这个其实我们的这个延伸性各方面的话是没有的，还没有大大问题，然后还有耐久性都 OK 的，大家可以放心。但是我们也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说明给到大家的。那 OK， 那非常感谢今天晚上的各位的小伙伴，然后还有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这个窦总来去参与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一场直播，给大家能够看得到我们的这个大连体的一个高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比对。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榜一的还有榜上的各位的这个小伙伴。那我们接下来的话会尽快的去把这个 M28 的这个生产的这个产能呢提上去，尽快的去进行交货。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现在这一个美肌的这个大连体，其实来说的话我们的这个发货周期也是很快的，大家也不用担心啊。所以的话最后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这一个参与啊，今天晚上也非常开心啊，因为我们也能够有很多的这些小伙伴关注到我们的这一个大连体的一些细节，那我也去尽可能的去进行一些展示给到大家了。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迪美斯的一个支持。那 OK， 我们就准备下播了，因为我们还得要去收拾很多一些东西，所以的话啊，我可以现在给大家稍微去看一下这个。对，我取下来是吗？拿不开的，拿不走。拿不走吗？对呀，两条线。那不要，我们就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接下来的这一个自拍馆，我是非常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这一个自拍馆里面呢，去体验我们的这个产品。好的，因为由于连接这个线了啊，就没有很详细的给大家介绍这个场景。好 ，OK， 你来。但等一下的话，我们会去拍摄一下这一个视频给到大家的。还没有调好，过了一点是吧 ？OK 了 ，OK 了，没问题。好，那我们就下播了，拜拜，感谢大家，拜拜，拜拜，拜拜。